Hello，宝宝们，今天咱们吃个姚鸡王。那个鸡脖是新品啊，新品，它是那个赵卫健老师代言的，玉米八根，看起来真的瘦了，我可能来大姨妈了，姐妹们，来大姨妈显瘦是吗？你不知道为啥？其实我最近吃的还挺多的啊，你说瘦的话也没怎么瘦啊。椰汁食品果冻，椰果冻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麻辣烫39块就3包，59块就5包啊！你们还想要啥？还想要啥？我瞅瞅。那个红包还有7分钟开抢，果冻、米线、手撕肉几包，手撕肉发90小包。这椰汁真好喝，姐妹不好喝来直播间骂我，真的，这椰汁超好喝，你很浓，很浓郁，这个很多椰汁喝到嘴里的话，一股那种椰子精勾兑水的那种味道啊，这种香精色素味很重，咱们这个的话喝到嘴里就是浓浓的那种奶香味，奶香味啊，麻辣烫39块就发3包，59块就发5包麻辣烫啊，麻辣烫，来把那个果冻拿过。我的妈呀！红包还有6分钟开抢，6分钟。有辣条吗？没有辣条，没有辣条。辣条有吧？小店里面有啊，小店没有。这个椰汁已经看你喝好几瓶了，真的好喝。我跟你说，喝完这个椰汁，嘴里面都是那种奶香奶香的，这个椰汁味儿真的很浓。我去年卖了一整年，口口留香，很好喝。这个椰汁它是品牌的啊，叫乐百氏，品牌的很多年的老品牌了，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吧？乐百氏，人家做椰汁做很多年了，不是杂牌子啊。
想要松子，南台的松子吗？坚果一般都是过年的时候买，松子没有，有夏威夷果，有夏威夷果啊，几瓶啊，十瓶，姐妹们，这个便利店卖的话6块钱呢，6块钱一瓶呢。我们25.9，我说实话，25.9够你买一杯奶茶的，是不是就一杯奶茶钱？十瓶，每天早晨喝一瓶，你可以当10天的早餐喝了。你买杯豆浆还4块钱呢，对吧？我们这边一杯奶茶都20来块钱，正儿八经的。来，这果冻你们收到过没有？零脂肪的果冻，大椰果吃起来贼爽啊，贼爽！夏天的果冻卖的最好了。豆浆1.5块，我们这边豆浆3-4块，我服了。就是那种包装的那种豆浆，3-4块啊，不好喝，我真服了。一个茶叶蛋2块。一个烧麦2块，我也是醉了。呀，这个果冻很大啊，你把它弄到这边来了，把它拿过去。这个果冻这么大一个啊，姐妹们，这果冻很快就过，因为昨天已经卖过了。说实话，这果冻好吃是吧？零脂肪的，三分甜，咱们可以当做一个下午的这个下午甜品去吃吧，好不好？放到冰箱里面冰冰凉凉都 OK。它里面是大块的椰果，很大一个啊，一百八十克一个。来，果冻几个？来，果冻2分钟介绍完，因为昨天已经卖过了。来，1、2、3，玉米放八根，姐妹们，玉米8根啊，吃饱了吗？还没吃饱，还好啊。来，4个、5个，来6个，来7个，来8个，少了你也不够吃，对不对？4块钱5块钱一个，5、8得不得40？咱不要40，直接29.9，行不行？拍照付款成功，给你再加一个9个，9个不够再加一个。我女儿超喜欢吃果冻，是不是？小孩子都很爱吃。29.9，10个，2块来钱一个，够便宜吧，姐妹们？看清楚了啊，这个果冻这么大，看到没有？这么大，29.9，10个，是不是够便宜了？今天所有拍一下的29.9，每个人给我再减10块啊！来，直接上车吧，啊，直接上车吧。几号？六，是不是？来。29.9，10个已经够便宜了，2块来钱一个，大家都觉得很实惠。但是正常你在外面29.9的话，2块来钱只能买的这么小的，咱们直播间给您发这么大的啊，19.9发十个，1.9块一个，够便宜吧？还不够，这个点在优直播间都是铁粉，来再加一个11个，够便宜吧？还不够，再加一个19.9，拿到手整整12大个。